这是为了庆祝九九体育节而举行的滑冰表演大会。在一小时的冰上曲棍球示范表演以后，展开花式滑冰表演，节目包括龙腾虎跃、凤阳花鼓、泥娃娃等，以民族舞蹈、古典舞蹈、芭蕾舞跟土风舞配合了花式溜冰的表演。节目一共有三个小时，十项节目都获得了好评。他们穿着冰刀在冰宫表演，观众都很感兴趣。